軍藝啦，我個班都冇成軍嘅。老師唔係啊嘛，我女咧。魏英雄同滕丽明呢日一齐为舞台剧进行彩排，比较少演出舞台剧嘅两位又会唔会觉得好紧张啊？现在还好了，现在已经习惯了。然后因为我的部分已经排了十几天了，所以对我自己也很有信心。现在就是紧张的快一点，上舞台的那个情绪。对，其实紧张是肯定有的，其实因为很兴奋，应该说是兴奋吧。然后就是小狗红子，他的经验太丰富了，然后他记性特别好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压力是从他来的。TVB 台庆就快到啦，有份被提名嘅滕丽明又有冇信心攞奖呢？其实我最想拿的就是最喜欢的电视剧，那个奖我比较喜欢啦，因为就是一家人，熊家一家人就是他们的努力嘛，就想拿最喜欢的戏剧那个比较好。已经拿到，真的吗？给你，谢谢啊，过了旺季给我。